接下来有请出的这位幸福心愿持有人很特别，他用他残缺的身体获得了一枚又一枚国家级的奖牌，有人把他称之为是冰雪界的刀锋战士。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他来诉说属于他的故事。吴磊老师好，各位老师好，观众朋友们好，我的名字叫做吴景松，我来自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，今年29岁，现在是一名滑雪运动员。这名字很特别啊，吴景松，说一下你的身体情况是怎么造成的？我是在10年前。谢谢老师。